来，动作快点啊！来，那边恭喜了，恭喜！多吃了，谢谢。啊，里面请，来上来。小心点啊！恭喜啊，庄主啊，看来今年过年又要热闹了啊！哎呦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走进去吧。看遍了回忆的还是蜃楼，长梦难，一颗朱熹换我独凭栏。 庄主若是想念大小姐，何不借着她的生辰去看看她？见了故人，会牵起心中旧事。我不想她沉浸其中，徒增伤感。你说这池塘的荷花，今年夏天会开吗？ 进去吗？再等等。师兄，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极好。怎么突然正经起来啊？倒是把我吓了一跳。进来吧。 王爷，大小姐，找到了。找到什么？知道你昔日钟情于烧饼，我就让他们去找找特别的，带来给你尝尝。只是个烧饼，也值得让师兄的两位御前侍卫去找吗？值得。可是我今日做的也是烧饼。那这样，我吃你做的。 你来尝尝我为你寻遍天下找到的。好，我做的烧饼是天下无双的，又香又酥，师兄好久没有尝到了吧？果然很香。来。哦，对了，过两天晋阳王就要登基了，你不回洛阳吗？国家动荡时。 需要我，我自会回去。如今天下太平，还会去做什么？啊，这是你昨日刻的？喜欢吗？喜欢啊，挺好看的。但是这跟烧饼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食用颜料，你把它印在烧饼上面，每日限量500份。500份这么少，那怎么拿回成本呢？物以稀为贵啊。